有一种好像无所谓的事给忘掉的感觉，明明很无所谓却很重要。脸色弄差怎么饿起来了？但是根本没有半点正常东西，你要看看吗？好，哇、哦，真叫人倒胃口。你觉得为什么那男人会想吃人肉啊？哦，色狼到时候接受他，好，拜拜，都要小心哦。看起来完全不好吃，料理起来很费功夫，是不是有填饱肚子以外的目的呢？那种事我哪知道啊，心理变态的想法。这么说来，像那种家伙啊，会不会是因为想支配他人的身心这些理由才吃的、啊？果然是阴沉的混账才有的想法。也是呢，可能是那样吧。在这个冰箱里的也是人的遗体，也把这些都埋葬一下好了。这样的话，都清理好了之后，你才会找到吃的食物啊。说真的，要把这个剃掉骨头来煮，应该很辛苦吧？我是说膝盖的这部分是能怎么处理？不如在超市买猪碎肉100斤比较轻松，可能不会为了填饱肚子。内脏哦，哇、哦，内脏器官就是我觉得不舒服，我也不舒服。看起来很好吃。手指，这是什么？牙齿、眼睛，又不是理化教室，连骨头也一起咔啦咔啦啃吗？眼球、福马林、内脏，要吃参考吗？就是牛也不能吃，尊贵的白人还真是只看外形。这个东西只要加一点油就可以吃了吧？肉也是要有点配菜才好吃吧？这种饮食习惯会得慢性病的，变成一个胖子。享用战利品，开动，赞，赞。好吃，虽然我比较喜欢拔辣。你所不知道 Pokemon 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这不是我家吗？不对啊，昨天搬家了，所以现在这里是阿姨的家。啊，不过反正这里也是过去的回忆吧。真讨厌，这是精神攻击吗？嗯，你这笨女人，住手！啊，那家伙啊，是在阿姨交往过的男朋友中最糟糕的家伙。明明把他赶出一次，赶出去过一次了，那我还要再赶他出去一次，就从那扇窗吧。住手！想怎样，臭小鬼哈？你以为是谁让你有得吃的？给我滚！吵死啊！我吃的饭是阿姨赚钱买来的，你连这些都不知道吗？这个携带混账！我要把你推出窗外！想怎样，让我打死你！乔大师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想怎样？想怎样？哈，找死吗？狗屎，给我摔下去吧，混账！喂喂，臭小鬼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！哦，阿姨，阿姨感觉蛮正的。乔大师，阿姨还好吗？嗯，我没事。唉，真是的，阿姨，你要好好选对象嘛，毕竟阿姨是个美女啊。乔大师，你玩和姐姐一样的，不只有正义感，做事不经大脑，还很欠打。阿姨，我明明都救到你了，你就不要那样说嘛。不过你最近也要变得温和一点，因为有信神的关系吗？切，你要听神父大人说的好手法才行啊。可不要像姐姐一样犯下螺旋滑梯事件，是什么？先写下来好了。螺旋滑梯哦 ，HELTERSKELTER， Helter Skelter 哦。想碰学员 Hanson 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都还没有看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款啊，什么事也没有。那我去工作了，我也去教会看看好了，然后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想干嘛啦，我可还没有对自己的遭遇感到绝望啊。就算你让我重复看这种过去也没有意义啊，杀人魔。哈哈，这是杀人魔所用的空间就对了。是因为吃了苹果吗？我有点恢复精神了。就是想要让他看那过去，然后让他崩溃这样子。打瞌睡了，因为一直在这种地方会流泪，正常吗？冰箱的东西你都埋葬掉了吗？不，
我也觉得那样是对的。但如果真的遇到快饿死无可奈何状况，到那个时候就得吃之类的，我有稍微想过这一个。What the hell？ 不能买啊，根本不能买啊！这不是能打开了吗？什么啊？对，技术五三乘三的蝴蝶怎样？是重新的同伴吗？拼全力破坏再说。来哟！干暴力狂是怎样啊？这里我没有印象啊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出不去了，你只可以踩在这上面而已。有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，就算这世界的人给我随便给我们取称呼，就他们去随便称呼就好了。我们是为了追求自由的创作而聚集在这里。有人追求绘画，有人追求影像，有人追求舞蹈或是音乐。正因为是这样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工作。于是很自然的，大家都聚集到这个被大家放置不管的建筑物里了。谁也不愿意听我说的话，会听我说话的只有这里的人们而已。现在楼上正在讨论很重要的事呢。那是一个只召集这住在这栋建筑物里的干部的很重要的会议哦。哦，有人。哎呀，乔老师，你怎么了？自己上来的吗？嗯？那个和你待在一起的小姐姐呢？你又逃过来了？你真拿你这孩子没办法，要不要和我妈妈，要不要和妈妈我一起去听爸爸演讲？啊？什么？你该不会是妈妈？好啦，过来这边吧。哟，各位，告诉我吧，我们是为了成为社会的齿轮，为了乔人奉献出生命，为了成为有滋养有钱人的肥料而诞生的吗？不，那种是不可原谅。是啊，没有错，那绝对是错误的。我们是为了画出美丽图画。用爱歌颂音乐，用爱发电，随心所欲的舞蹈歌唱，相亲相爱，我们这是为此而出生在世界上的，不是吗？欢呼声降下过来。这是什么演讲集会吗？乔老师，你还认得出来吗？站在那高处说话的是你爸爸哦。啊，是那个像是集会领导人的人吗？啊，你不认得他啦，也是，毕竟几乎没有和他待在一起过呢。有人没穿衣服，不是吧？那不是没穿衣服啊，只是懒得画出来的感觉吧？他是年轻人，不是老人家一样啊？要是你再长大一点，就会明白吧？不会吧？他妈妈感觉也蛮 fashion 的，教主 style。纽约是个自由的都市。每个人都这么说，明明是这样，为何我们无法被接纳呢？各位，根据传言，国家公权力人员很快就会来到这里了，他们正想依循着被无趣社会决定的规则来制裁我们。道德又怎样？规范又怎么样？那些东西能使我们得到富足吗？不，那些东西就只是把我们逼入绝境而已。各位，你们要回去那里吗？那些大齿轮们只会把无法融入的我们用力踩扁，并且责骂吧。那个一边说这是为你好，一边绞杀我们的心灵，那个想把所有人都平均化的凤凰的白色天使，无论是黑色或黄色都不容许的黑白色天使，都去吃屎吧！来吧，让我们逃开一切吧，经由自愿。让我们回到初始的诞生之处吧，带着自由的灵魂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hell 啊？这什么情况？前一秒很嗨，下一秒就燃烧起来了。我们追求的自由，在这个地区建造独立之国。至今为止，社会与我们无关。
哦，这是乔纳森第一个记忆之前的事情。邪教啊！那是个自由的国度，在那个地方，不分弱者、肿胀者，或者被嘲笑者，所有人都能平等的笑着过生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家就去死一死，应该是类似以死抗争吧，这种感觉。我们脱离了嘲弄着我们的狭窄齿轮，画着绘画，唱着歌，但是那样的不是从何时开始，可以借由吞噬他人的自由来存在的。乔达斯，你要妈妈？他们以死抗争的概念吧，类似这样子。这是他最真诚的记忆，他不愿意回想起来的吧？怎么了？不要碰你会诅咒，还不如去玩女装三三小，萝莉谷又是三小。强大声，你要妈妈？这是什么瞬间接话？不用忍耐也没关系，你就把让你火大的妨碍你的东西，殴打、蹂躏、公开处刑、侵犯，接着再杀掉吧。就你做的那些事，我还是会一直陪着你哦。吵死人，这白痴！那边说什么天真的话？要是你在说那个鬼话，我第一个就揍你啊！给我露脸啊！为什么你要执着着于生存在普通社会上呢？在你内心深处，明明也很明白，你无法待在普通的社会。就算出生差再怎么差、啊，就算父亲是个恶人、啊，那是跟我一点屁关系也没有。我还有，你依靠的是什么？该不会是神吧？那我来帮你把那个神给破坏掉吧。三小，这人有病哦。那家伙铁定有病，他把你的神给破坏掉啊？怎么了？你们要引导我去外面吗？小蝴蝶？不，我觉得他们只想跟着我们走。有种东西在发亮，跟我无关。啊？这是什么？超旧，1998年，纽约波西米亚集体自杀，重演1969年的噩梦——螺旋滑梯事件吗？为什么特地留了这个东西啊？啊？牙齿？居然是乳牙，数量也太多了吧？为什么会有乳牙？而且那里有什么东西在亮，他一直都不看呢、欸？什么东西啊？这家伙，这就叫透明标本的东西吗？要说美丽是很美丽啦，居然说我美丽，你审美观相当不错呢。这也没什么，这里家里什么也没有，像荒野一样。看我也不一样吧？荒野还有自由啊？啊？荒野中有自由？比那种马上就会在野外饿死的地方，但是家里死亡几率还比较低。但荒野比较好，荒野才好。还跟这个东西聊天来了。在打人的时候什么感觉？破坏东西心里在想什么？你是因为怒火而颤抖吗？还是当做正义的制裁？你心中只想到自己吗？啊？哇，只要火气一上来就会出手打人，你还真会惹麻烦。完全不能沟通啊，这几个人。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